歌谣白羽，师姐，怎么又是你？白羽，你这个叛徒，去受死吧！ 不用追了，你追不上的。哇，这家伙身材居然这么好！看够了没有？谁看你了？等一下，做我的侍卫吧。嗯，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了，上一次是在树林里，你很适合做我的侍卫。我调查过你背景，很干净。 我是来追杀白羽羽的，救你是顺手的事儿，再说了，你又没给我什么好处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当侍卫？我可以帮你找到白羽羽。这家伙名声不错，而且我最近太穷。什么条件？歌谣白羽羽，不好，二王子有危险，有刺客保护王爷。 完了完了，这要是被他们看到，可就输不起了。王子，王爷，王爷，王总管如此慌乱，不怕扰了本王的雅兴？惊扰了王爷，还望王爷恕罪。朕因刚才府中发现刺客，担心您的安危，王爷没事就好。下次老奴了。退下吧。诺。 竟然不背水，难道他早发现我藏在这里？五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你干嘛也钻进来？我如果不进来，王总管就会发现你在这里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要求？嗯，每个月工钱三两，包吃包住。没问题。真的？一言为定。 一言为定。属下失职，刺杀又失败了，是因为……废物！一次失败还有脸回来？下个月的解药休想得到，法身王吧！属下知错，也不急在一时，起来吧。 谢三王子，大哥本就是嫡长子，但他的母后是戴罪之身，不足以对我产生什么威胁。二哥的希望最大，有大将军公孙瓒的封子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父皇居然还将禁军虎符交给了他。国师大人，我是不是该准备祝贺二哥登基的礼物了？三王子不必担心。
如今圣上还没有定下立谁为太子，我们还有时间。国师，倘若你亲自出马去杀了二哥如何？等我登基以后，你可就是丞相了。国师，今日本王累了，这局就到此为止吧。 二王子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这五年长进了多少。我又见了你一面，该怎么感谢我呢？任凭三王子。哇，这院子居然有这么大！ 这家伙可真奢侈。这女子估计是二王子捡来的吧？二王子特意交代了，他的饭菜都要咱们端到屋里。看来他就是二王子的风流债了。哎，我相信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也会成为二王子的风流债的。我的粗吻啊，粗液呀，都给二王子留着呢。 那个，你叫我来干嘛？站在门外。干嘛？废话怎么那么多？哎，我答应你来当侍卫，可没答应你要站岗，站岗得加钱。你是我的侍卫，侍卫其中一个职责就是站岗，不站的话我会扣你工钱哦。切，就知道没那么好心，坏人，渣男，呸！ 王总管，这是我的自画像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王爷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简直一模一样。 难道王爷又要重蹈覆辙？啊，王爷，请慢用，老奴先告退了。莫名其妙。 白侍卫，你先。哎，姐姐，这里有没有胡萝卜？胡萝卜？今天的食谱上没有这个呀。生的，生的胡萝卜有没有？生的。啊。有，好像是有吧，但你要那玩干啥呀？哎，那你把这些菜都换成胡萝卜。可是吧。哎呀，小姐姐，你看你。 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心肯定是最好的，就帮帮妹妹嘛！啊，你还真有眼光。
那行，你等着吧，我给你怎么样？行，谢谢啊。白侍卫，白侍卫，你出来府中很多规矩还不懂，我来是给你立立规矩。好吧。 你进来吧。这要搞的哪一出啊？白侍卫，这王府啊，深不可测，并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不如拿着这些银子离开，去外面。 多看看，多走走，如何？原来是想赶我走，你算老几？不用了，王总管，这府里挺大，我腿短，够我走的了。听说上一个跟你一样的姑娘，无缘无故的失踪了。听说。 上一个跟你一样的姑娘，无缘无故的失踪了，连尸首都还没找到，可怜呐！白侍卫，你可要小心一些。哼，这阴狠的死太监居然敢威胁我！有劳王总管费心啦，上次提醒我的人现在还在躺着呢。 不知王总管最近身体可好啊？你，哼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这王府你不该来。哼，拿来吧。哼，小气鬼。 凭什么安排我吃猪头，叫他来见我？白侍卫，王府规矩，杜绝浪费，否则家法伺候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吃。我不吃，我减肥。 哼，我还治不了你了，看你能坚持几天。啊，好饿，不行，我要干饭。 有人在王府行窃，抓起来！是。狗仔包天了是吧？请慢。王爷，这白菜菜行为不轨啊！可是，本王的话不管用了吗？哼。 吃饱了就回房睡觉吧，别再丢人了。我吃胡萝卜有什么好丢人的？你说天下那么多美味佳肴，你为什么偏偏爱吃胡萝卜？那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
师傅为了养活我，把所有的家当都换成了胡萝卜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特别爱吃胡萝卜，就算吃的再棒，我也能接着吃。嗯，你尝尝。 很甜吧？嗯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吃胡萝卜，明天我就安排玉厨给你选最上乘的胡萝卜，给你享用。真的？燕为定，小师傅。就个嘛，就少了就没人要了。王总管，这都是上面安排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嘿，王总管，等会儿王爷也要过来吃的。什么？怎么？本王不可以过来吗？参见王爷。好了，王总管，下去。是。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，走着瞧。王总管，公孙姑娘求见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御厨的手艺不错吧？嗯，好吃。小吃货。我才不是吃货呢。 大小姐，王总管，大小姐，这是王府特制的点心。 请大小姐品尝。王总管，有心了。唉，只可惜，只怕老奴往后不能好好招待大小姐了，还请大小姐见谅。嗯？哦，大小姐千万别误会，主要是王府可能有喜事要办，会比较忙碌。喜事？ 什么喜事啊？大小姐，您没听说，这王府来了个姑娘，名叫白在在，王爷倾心于她，看来呀，好事将近了。什么？她凭什么呀？我们这些下人不好乱讲，但是圣上曾说过，王妃之选必须是大才之人。至于这白在在有什么本事？ 老奴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贪吃好玩，一日三餐都是萝卜。王总管，大小姐，你可是王爷最信赖之人，那就麻烦您把这份文件交给王爷。文件？王总管，大小姐，你可是王爷最信赖之人，那就麻烦您把这份文件交给王爷。文件？ 不麻烦，大小姐的事就是老奴的事。共享马车，奇思妙想。
哎，王总管，本王要见见这个旷世才女，公孙晴。好的，王爷，老奴这就给您安排。 昨夜星辰，昨夜风，画楼溪畔，桂堂东，身无彩凤，双飞翼，心有灵犀，一点通。好一句“心有灵犀，一点通”啊！果然是我朝第一才女，才思敏捷，出口成章啊！这首诗一旦流传，必将成千古名句。王爷过奖了。 我虽是将门之女，但喜欢吟诗作对，甚至有些入迷。平日就将心思都放在这些上面，这就像一些吃货，喜欢萝卜呢，就整天满脑子的都是萝卜。这位白妹妹，你说对吧？你写呗，你的就行了，你干嘛说我是吃货呀？白妹妹，我可没有指名道姓说你是吃货呀。你这么厉害，那我考考你，不得放肆。王爷，不妨试。行，那你用萝卜做首诗来听听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从来没背过呀！再说了，谁这么无聊会给胡萝卜写诗啊？嗯，看起来不那么自信了吧？原来才女不是什么都行啊！我什么样，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 你们，哼！你这都我雪上存，远山传来暮鼓声。斜阳残。哎，妹妹，怎么了？你生这么大气呢？二王府的小侍卫欺负我，你管不管？ 管，喝点水，消消气啊！不喝。你放心，这个公道哥替你讨回来。啊？你说的？我还能骗你吗？哥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现在呢，先消消气，好吧？啊？好吧。先坐下。 长歌，长歌，他是长歌。你们认识啊？在在，这是小小，我的大嫂，这是白在在，我的贴身侍卫。你约我来所为何事？我有话单独对你说。他不是外人，但说无妨。前车之鉴，我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。 你就为了这些，你多虑了，我分得清楚谁是谁。辛苦你了，大哥若在附近的话，我不便久留。好，我长话短说，你要小心刘昌河，他为了登上皇位和救出母后，寻了狐妖，可能要害你性命。我会小心的，你就先请回吧，免得大哥起了疑心。
在在，我们也走吧。舍不得你就这么死了。国师，打不过就不要勉强了。要不要我去帮你追啊？我做事还不需要一只狗妖来救。别以为有身子抱着刘长杰，我就不敢杀你。别忘了，你命门可在我手里。这么强吗？我能干嘛呀？来，帮我包扎吧。坏人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刚才给你包扎的时候，我闭着眼睛呢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才不信！我告诉你，若不是本王看在你拼命救我的份上，我才不会干这些粗活呢。稀罕呢？你愣着干什么呢？既然你已经好了，就赶紧给我包扎好，咱们好离开这个地方。万一人家回来了怎么办？这里没人。啊？这是我家。你家？这么巧啊？你家人呢？
我师父死了，师妹叛逃，只剩下我了。没事，你说说你吧。你家人呢？哦，那个陈小小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八岁那年，娘亲就被一群道士杀死了。父皇把我接回王府，能陪伴我的人就更少了，也就王总管，还有陈丞相之女陈小小。再后来，父皇兵变登基，我就搬进了皇宫。宫里人尔虞我诈，我不希望小小接受这些东西，就慢慢疏远了他。但没有想到，五年前父皇将他许配给了大哥。那他喜欢的应该是你吧？父皇兵变时，血流成河，最是无情帝皇家。我看了太多的同事操戈，手足相残，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小小加入皇室。但，父皇既然已经下旨，我已无回天之力。那他真可怜。若不是探查了你的记忆，竟不知道你来自异世。有趣。来，试试。你们是谁啊？这是哪儿啊？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放我出去！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救救我呀！假如我不是妖怪多好。白子子，你不去保护王爷，坐在这儿发什么呆啊？你的王爷用不着我保护。什么？你敢代工？那要扣工钱的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算你识相。我们走。你有心事吗？我想问，你明明比我厉害，为什么找我当你侍卫？你有什么用意啊？对付那些阿猫阿狗，堂堂二王子要亲自出手吗？那你说，帮我找白玉玉，怎么没有下文了？我也知道白玉玉在哪里，但你找不到她。她在哪儿？在我三弟那里。若是她离开三弟，我的眼线会发现，然后我就会告诉你，让你报仇雪恨的。好吧，没事了。在在，你要是不喜欢站在门外，以后你坐在这里也成。你早说嘛，我早就累了。需要我干嘛呢？你要不帮我扇扇风？行。哎，等等，别烫了，太傻了，我就嫁
站住！往哪儿跑啊你啊！你敢打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就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王爷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打我，就你打我，嗯，跑呀！王爷，公孙将军来了，有请。王爷，今天我来只为两件事情。将军请讲。我听晴儿说，他与白侍卫有些过节，我替他给王爷赔个不是。这事就让他过去了吧。晴儿是我唯一的妹妹，她倾心于你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将军，这种事情讲究两情相悦，本王我另有打算。老夫只是替我妹妹惋惜，不能和王爷如此优秀的人结为秦晋之好，也替王爷与我定下的盟约可惜了。将军，公孙姑娘精彩绝艳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这样，两个月以后，本王迎娶公孙姑娘。一言为定，告辞。妖气，王爷，你觉得共享马车的计划如何呀？甚妙，如此一来，我大赵王朝的人力财力可以得到充分利用。那接下来几日，我便先住在王府，方便探讨共享马车的计划。公孙小姐，你我虽然已经有了婚约，但此事还未成婚，还是不要频繁往来，避免他人的非议。王爷，我们两情相悦，谁有资格说闲话呀？公孙姑娘，我想给你倒杯茶喝。我们两情相悦，谁有资格说闲话呀？公孙姑娘，我想给你倒杯茶喝。还不送你们小姐回府更衣。不要谢我，你就是看不惯他。看来要速战速决了。王爷，翡翠汤到了。在在，你喝吧。王总管的心意，还是你喝吧。王总管，下次记得备两份。啊，诺。我先回去了。是，王爷。在在，走。啊。他凭什么呀？你先歇歇，我在门口守一刻钟，一会儿有其他侍卫来替我。
你怎么了？是，王爷是我，你这么晚还不休息啊？我给你带了些糕点。本王不需要，公孙姑娘请回吧。王爷，其实我是想和你探讨共享马车的具体实施计划。本王今日身体有恙，改日再议。王爷，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我进来给您看看。你我还未成婚，现在孤男寡女，困不妥。王爷，你有情，我有意，有何不妥啊？忍不了就别忍了。本王再说一句，不必，请回。等药效彻底发作了，我看你怎么忍。王爷，那我一会儿再来。你中了春药，身体并无大碍，我这就给你找解药。无需解药。你中了春药，身体并无大碍，我这就给你找解药。无需解药。一朝春秋，转身谁来弄？笑问山河谁负重？臭丫头，又坏我好事。看来狐族的魅惑之术不过如此。你谁啊？我是什么人你不用在意，你只需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差不多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点信息。什么信息？说说吧。那个白寨子跟你一样也是妖。师父说过，人妖相恋必遭捉妖盟追杀，肯定没好结果。王爷，您先慢慢看，老奴先告退。早啊。早。你怎么不穿侍卫甲？要扣工钱的。我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我还有事要做。我要找白羽。当真要走了？再不走，怕是要陷进去了。不行不行。当真？白在在，你是王爷的护卫，没有王爷的允许就擅自离开，工钱一分钱也拿不到。你不讲理。好了，王总管，你和白侍卫把账结了吧。是。告辞。
王爷，昨日您说身体有恙，可把我担心坏了。这不，给您带了点心。要不你送？那多不好意思呀。没别的事了吧？啊，没了。嗯，记得把门给带上啊。王爷，白侍卫离开王府，往西边而去。王爷若舍不得白侍卫，何不亲自把他追回来？王总管，这段时间我离开王府一趟，府中的大小事宜你看着办。这个请王爷尽管放心。帮我打点行装吧。是。白菜菜，哟，白侍卫，要出远门？哼，说话阴阳怪气，不怕我让你现出原形？乔二姑娘也挺闲的呀，不去找你的未婚夫商议婚事啊？我的事儿还用不着白侍卫操心，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乔二姑娘也是，小心别把尾巴露出来。笑话，还不像是分析。得找大王子商量。原来是同道中人，白侍卫，告辞了。居然是只狐妖，要不要告诉他呢？算了，这小狐妖伤不了他。大王子殿下，刘长歌身边的白侍卫也是只妖，三番两次坏我计划，再这么下去怕是对我们不利。杀了便是。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背后的势力，而且三王子那边也有人盯着，倘若我们出手，恐怕……捉妖盟的理由道，正好与本王有交情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这一趟我去了人间，才知道做人不容易。人间有好多繁文缛节，我还算应付得来，但我应付不来人间情爱。师父，我现在心好乱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谢行。你我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收我？住口！妖孽祸乱人间，抓你是我捉妖盟的本分，受死！
赵妖精，先父往日月祖星，我是发现了如何变，千机万算，如水而清，急急如律令。 果然蛊惑了人仙，这世道又乱了。怎么了？多谢你救了我。人妖殊途，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。是妖又如何？人多是魑魅魍魉。 我之前过，我之前过，人生传来暮鼓声声，斜阳残白余温，两鬓如故几次，隔岸寒蝉凋零，凭栗多少日落月升，如水，凭栗多少日落月升。 如水朦胧，趟过世事浮沉。小兔子，跟我回王府吧。回王府喽！到底要干什么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 记住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王妃。属下明白。属下明白。王爷，白侍卫，你们恭迎王爷，恭迎王妃回府。哎，听说了没？当今二王子逍遥王。 居然跟自己手下的贴身女护卫搞上了，哎呦，听说了，那还有那个女的为王妃呢。哎，我还听说，女护卫怀孕6个月还是龙凤胎呢。我也听说了，听那个城北的张大夫说，给她把过脉，说什么龙凤胎当中男的像娘，女的像爹。哎呦，真的好神奇啊！什么？听说都满城风雨了，白侍卫的命真好啊。 我的锦绣也不与白侍卫差多少，是不是宅男的无忌变凤卫啊？<笑>王爷，王妃的人选，既然您心意已决，我们做下人的不好说什么。但5年前的事情，奴家还是请王爷不要忘记。5年前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王爷，当初要不是沈星迷惑您，您也不至于。好了。
你们都认为我当初迷恋沈姓才遭遇不测，却不知道那只是市井传说，而且从头到尾我从未对他动过心。至于白在在，他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他真的很单纯，他和沈姓长着同一张脸，纯属巧合。所以我真的希望你能放下成见，用心了解他。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，老奴便尝试一下了解他。告退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门口有人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下次小心点啊。奇怪，王总管今天怎么脾气突然这么好了？哎，干嘛？外面都是人，大白天的。我抱自己的王妃，难道还要避人啊？哎，跟你说啊，那个公孙晴不是真的公孙晴，他是妖幻化成的，你一定要小心提防。妖？啊，你要小心刘昌河，他为了登上皇位和救出母后，学了狐妖，可能要害你性命。那天我探过他的妖气，他有可能是狐妖。那岂不是公孙将军会有危险？看来这狐妖留不得。要不？我们找捉妖盟李由道处理啊。别打我，傻丫头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什么？你说和二哥闹得满城风雨的白在在是妖？千真万确，她是我师姐。好，很好。假如让父皇知道了他最器重的儿子做出人妖相恋这等有悖人伦之事，那场面一定很精彩。那等你得到王位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对吗？君无戏言，你难道不信我吗？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啊？你一会儿去通知国师，想办法传布白在在施妖的事情，一定要闹得人尽皆知。好。人妖相恋本见不得光，我一定要让刘长歌身败名裂。那我们也是人妖相恋，能见光吗？我们不一样，谁敢说你是妖？我斩谁？妖孽，竟敢偷袭！执着你偷袭我啊！妖孽，受死！没有照妖镜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要知道，堂堂逍遥王爷，竟被妖祟所惑。我看你皮又痒了，是不是？今日我死在你手上也没什么好说，要杀要剐随你便是。今日我们来并不是要杀你，而是要请你捉妖。捉妖？有妖怪化成当朝大将军之女公孙晴的模样，蛊惑人心，杀了他。100两银子，这活你接还是不接？降妖除魔本就是我捉妖盟的职责。成交。任务完成之后来找。你是人妖混血？人妖混血天地不容。
陆杀的儿子。等等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白思伟，你不记得了？2个月前，王爷答应要娶将军府的公孙晴姑娘，这不好事将近吗？ 真要迎娶她？要我说，白侍卫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。咱们王爷呢，迟早会娶很多很多个侧妃的啊，雨露均沾，人人有份儿，少不了你那份儿的。恭喜你啊，即将嫁给我二弟。 白萨萨也是妖，人妖相恋，真的能让刘长歌身败名裂吗？当然不能。三弟找父王说过此事，遭到父王斥责，说他捕风捉影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嫁给他，杀了他。 明白。二弟啊，别怪大哥，要怪就怪父王囚禁我的母后。大哥只有不择手段登上皇位，才能救得了我的母后啊。没错，要想救出圣女，刘长歌非死不可。不过，要想除掉刘长歌。 首先要解决白在在，要想除掉刘长歌，首先要解决白在在。找机会分化公孙瓒和二弟，他不是喜欢白在在吗？给他一个选择，看他选择权力还是女人。<笑>那我就说他是刘长歌身边的妖，诱导公孙瓒。 出手，哼！李由道，一个月了，你还没有除掉狐妖，只有等那个狐狸精嫁过来。请进。白侍卫，公孙晴姑娘让我给你传话，说。 他想约白侍卫到城东郊小聚。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你告诉他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好嘞。论迷惑之术，狐妖果然排在第一。白姑娘果真来了，你不怕我吗？ 论道行，你不过修行百年而已，我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废了你一身道行。我念你修行不易，劝你好自为之，回你的山林洞府继续修炼去，免得遭到杀身之祸。我要成婚了，王爷娶的人是我，我劝你彻底离开刘长歌。放心，我是真心喜欢他。 而且，以我的道行，能帮他夺得皇位，你想得美！王爷说的果然没错，那个白在在啊，的确只是个单纯的小丫头，并没有什么坏心思。对了，他人呢？ 好像晴儿姑娘约她去城外品茗呢。哎，王爷，这是什么狐妖？他必须解释清楚。晴儿。 你怎么了，晴儿？晴儿，晴儿。
晴儿。李道长已按照王爷的吩咐诛杀狐妖，并在剑上施加法术，让狐妖一时半刻不现出原形。小的也已将狐妖的尸体处理干净，公孙瓒永远也不知道他的妹妹是狐妖所变。狐妖肯定不能杀死二弟，但他死得有价值。二弟与公孙瓒反目成仇，成不了气候了。公孙瓒之妹公孙晴在城外被白在在所杀，目前公孙瓒已然和刘长歌决裂。少了公孙瓒，刘长歌只剩下禁军胡服了。祝国师大人旗开得胜。你做得很好，请国师大人赐解药。嗯，谢国师大人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这唱的哪一出啊？疼，轻一点。我怕你累了，给你放松放松。我不累。嗯，那我给你倒水喝。我不渴。那你一定饿了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嗯，小兔子今天很反常啊，这可不像你。我是想来跟你道歉，我知道你为了我得罪了公孙瓒，失去了在朝中的倚重，你一定生我气。区区一个公孙瓒罢了。那你为什么一天不理我？你躲在亭子里干什么？我在想什么时候娶你做我的王妃。你愿意吗？姐姐，这是霓裳房的布料吧？是啊，贼好的布料啊。那就好，这事儿可耽误不得呢。这可是王爷的婚礼，谁敢怠慢呢？上次咱也没怠慢呢。可不是嘛，咱们王府也算是开天辟地第一遭，婚礼不变，王妃来回换。还是白侍卫有本事迷倒王爷成为王妃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一来呢，咱们成为侧妃的机会就更大了。哎，大王子，这些贺礼是否有些怠慢了？安排下去就是了。是，备车上朝。我倒要问我那二弟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会娶一个妖。大王妃前来有何贵干？跟我来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知道这机关？因为我十年前就来过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没有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都是要当王妃的人了，这么沉不住气，你这样如何配得上长歌？我配不上，也跟你没关系。
这才是王爷心中的王妃。你不过是跟他长得比较相像罢了，所以一个替代品，没什么可骄傲的。他如果还在世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不想长歌因为你这只妖而误了自己的前程。你们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对吗？王爷，歌妖白羽羽离开三王子多日，目前他的行踪已探明。虚情假意，渣男！自在，开门！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不想听。白羽羽已经离开三帝王府多日了。你不是想知道他的行踪吗？他在哪儿？就在你的老宅。师姐，你回来了。白玉，你背叛师门，欺师灭祖，今日我要为师父讨回公道。不用你亲自动手，我之所以苟活于世，就是想等你来。今天我亲自把我的命交给你。你倒是坦然的很呢。师父的死是我造成的，我无话可说。当初我被沈毅迷惑，中了他的道，失了心智，这才酿成大祸。我本想一死了之，但沈毅老贼用师父的魂魄要挟我，让我替他做事，我不敢不从。而且我还爱上了刘长杰。你还爱上了刘长杰？刘长杰，你怎么来了？让我杀了这个贱人！反，造反了是吧？哟，你就是三王子口中的那个女妖吧？一只妖如何配得上我的三王子？白羽羽，你敢造次！国师的解药你休想再得到一粒。还有，我会将你师父的魂魄捏碎，渣都不留一点儿。刘长杰，我对你真心一片，你为何这样对我？不管我对你是不是真心，但无论何时你都不要忘记，你只是一只妖。刘长杰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师姐，跟我进来吧。
你不配给师父磕头。我知道我不配，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给师父上香。我中了神医的慢性毒药，需要每月服用解药才能克制。我既然已经逃了出来，就已做好了死的准备。这一切都是神医的阴谋，包括让我引你结识刘长歌，因为你和神仙长得一模一样，神医笃定他一定会爱上你。师姐，杀了刘长歌，拿回虎符，才能换我师父的魂魄。救师父，救师父。白玉，白玉，他已经死了。你就是沈怡。是。你要为你师父报仇吗？当然。你师父是我的师兄，你应该叫我师叔。你是我师叔？想知道为什么我要杀了我师兄？因为在五年前，他劝我的女儿姓，长歌背叛了我。杏儿为什么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？估计你也想不到原因。你说，你原本是杏儿年幼时养大的兔子，杏儿将你交给师兄后，师兄用天外越狱将你惊变。之前你就对杏儿耳濡目染，成精后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还是自然而然化成了杏儿的模样。当年在杀师兄之前，我就暗中观察到你的模样，当时我就有了计划。先控制白羽羽的神智，除掉我师兄，再通过他将你引到刘长歌的身边。不出所料，刘长歌曾经愧对杏儿，他一定会将你留在身边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替我偷了虎符，杀了刘长歌。你休想！捏碎你师父武功，非不散。你不得好死。白在在不想你的师父魂飞魄散，半个月之内符和刘长歌的人头。白在在不想你的师父魂飞魄散，半个月之内符和刘长歌的人头。王爷，王妃回来了。我累了。王爷，王妃回来已三日未出门了，你要不要去劝劝她？再让她一个人静静吧。是。
在在，你进来吧。叶维定，你要杀了我？今日不休，刀剑沉重，言语几笔都脱空，微信说破一场豪赌，山高水长不愿送。是无常，无常，无常和汹涌。什么共享往事，不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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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此生。傻瓜，见都不要。王爷，已经三日了，您多少吃一口吧。王爷真的陷进去了。王总管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啊。万岁！万岁！王爷为了你孤身犯险。你说什么？他拿了虎符去了三王子府。他什么时候去的？一个时辰之前。他说他去拿回你最重要的东西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王爷槟榔毒发了毒誓，说一个时辰之后才能说。他说若一个时辰不回，就要老奴带着白侍卫远走高飞，不要再回京城。王爷从未如此爱过一个人。当初沈星爱着王爷，王爷只是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而已。老奴看得出来，王爷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才真正开心过。如今王爷为了你，虎符不要了，皇位不要了，现在连命都不要了。白师妹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是我，我要去找他。傻丫头，傻丫头，王爷，我挽回你就寻死觅活了。王爷，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二哥深夜前来寒舍，有何要事吗？二哥，你这是？三弟，把白寨的师傅的魂魄交出来，虎符你要拿去便是。二哥，
你我兄弟二人联手，定能拿下这江山。到时候你还做你的逍遥王，岂不逍遥快活？三弟，希望你别忘记，我有军权之时，却没有动手，就是不想看到你我兄弟相残。三王子，去送送刘长歌。子义，你真要与本王不死不休吗？年轻行儿死后，只有就死不休这条路可以走了。师父。仔仔，你受苦了。师父，你快告诉我该怎么救你。为师早已死去，已无力回天。你救我出囚笼，就是助我解脱。仔仔啊，为师将你竟变成人，相处不过短短数年，很多道理啊，还没来得及教你。要谨记，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你师叔走火入魔，迟早会自食其果。为师的仇就不要报了。答应师父好不好？好孩子，以后的路啊，你要自己走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给自己留遗憾，也不要辜负了自己在这么难的事上走一走。再再见自己，方见天地，得见众生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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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？我没有师父了，我没有师父了，我没有师父了。你一定对此有所疑惑，今日我便将一切告诉你。他名为沈姓，五年之前来到了我的府中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待他如知己，交谈甚欢。后来我无意中得知他是国师沈毅之女，不久之后虎符失窃，他离开了王府，不知所踪。王爷，怎么样？虎符找回来了。杏儿呢？府兵在城东郊找到杏儿姑娘，当时她已昏迷不醒，虎符是在她身上找到的。哎，王爷。王爷，长歌。长歌。沈星，
从你进王府以来，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妹妹。就算你隐瞒真实身份，我也不在乎。但你最后还是让我太失望了。父亲逼我，你也防着我。我到底是可怜还是可悲？念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不会和你计较。你养好了伤，就回去找你父亲吧。长哥，就此别过吧。长哥，长哥，长哥。你别过来！你干什么？如果我说是我爹偷了虎符，师伯劝我弃暗投明，是我把虎符拿回来的，你信吗？你先把剑放下。长哥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对不起。静儿。沈静本性善良，却无端陷入夺嫡之乱，最终却因为一个假虎符，让我和沈怡逼死。从那时起，我几乎走不出来心里的愧疚，直到你的到来。仔仔，一定有人告诉过你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和沈静相像。是他的替代品，对吗？嗯。沈星之死，我自责了很多年，所以留下他的话，当做一个念想。当然，如果你介意的话。哎，你干嘛？既然他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又何必留着他呢？你别这样，我不介意了。对了，那侍妾的虎符是假的？虎符侍妾非同小可，这可是死罪。但是我没有那么不小心，将虎符落入他人之手。那你给刘长杰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傻瓜。为了你，我不会拿假虎符去冒险。那怎么办？皇帝会不会治你的罪啊？现在我只能找父皇、父亲请罪了。成大事者，切忌心浮气躁。哥儿，看来你的心性仍需磨练呢、啊。为了一个女子。放弃兵权，请父皇恕罪。朕当年兵变登基，你们三兄弟中属你出力最多，功劳最大，朕对你也是寄予厚望，你这么做值得吗？儿臣无能，请父皇责罚。唉，罢了。谁叫朕当年有负于你的母亲呢？朕替你想办法。多谢父皇。你们几个想谋反吗？你们兄弟这般，让朕痛心疾首啊！难道你们忘了在太庙中的叔叔伯伯了吗？父王怎么了？七弟，跪下。想当初，跪下。朕功名日盛，朕的大哥想联合三个弟弟一起来陷害朕，为求自保，朕不得已发动兵变，就在这太极殿上，朕亲手杀死了朕的大哥，这才有了朕的江山。但朕时常也扪心自问，为了皇位，
弄得兄弟相残，到底是值还是不值？不值。儿臣无意皇位，只想父皇放了母后。不可能。还有朕的三弟竟下毒于朕，朕记得将他凌迟时，真是心如刀割呀！你们兄弟切记，万万不要手足相残，否则就和朕一样，愧疚一生。是。三王子，你太勇敢了，成大事者这点小场面都经历不了了吗？小场面？国师你难道不知道父皇的雷霆手段吗？当年兵变，他可杀了他六个兄弟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机会就在眼前，莫非你要退缩不成？你少说这些风凉话！宗师，这虎符留不得，留不得。当真？你以为他刘长哥会放过你吗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武艺已绝，不玩了。请慢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枚家伙符交了，暗中观察刘长哥的动向。是你以为老夫辅佐你，还是为了荣华富贵？五年前，刘长哥逼死了杏儿，当时老夫就发誓，一定要你们刘家血债血偿。刘家。一个都不留。陆莎，你已离世十几年了。朕身为皇帝，却无法替你消灭捉妖盟，朕心中有愧呀。这只发簪，是时候还给格儿了。奴家告退。这是娘亲留下来给我的，是历代大妖用法力灌注而成的符灵法器，可以克制捉妖盟的镇魔阵，所以娘亲被捉妖盟所忌惮，因此殒命。娘亲，娘亲，哥，为奴献策，就将千年灵珠传给你。听说了没？二皇子找的那个王妃呀、啊，是个妖怪。那王子人品可好了，这下可毁了。人品再好也是达官贵人，听说他们就喜欢妖怪变的小姑娘啊。大王子殿下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师父陆离上人。大王子殿下，昨日我等在殿中打坐，师伯突然现身，
告知我等，他夜观天象之时，发现魁星暗淡。这天象是二王子刘长歌违背天理，迎娶妖物，才使天生异象。当年师爷升仙之前，曾留下教诲：人妖相恋，三界将会大乱，届时六道不稳，众生湮灭。不过大王子殿下放心，我捉妖盟绝不会袖手旁观。这与我何干？殿下，你这王帝可非凡人呐，他的亲生母亲正是15年前我亲自诛杀的蛇妖陆杀，他是人妖混血，所以天资极佳，妖力惊人。人妖混血。嗯。大王子，国师沈毅和三王子求见。三弟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国师说，知道李道长、陆道长来求见大王子，他们也是旧相识，有话可以一起谈。请进来。是。啊，好久不见。大王子，三弟这是？殿下可认识此物？我，国师先请。虎符为何在国师这里？三弟又怎么了？三殿下有些不听话，我只是让他暂时安静一些。不知国师今日前来有何事？老夫前来协商与大王子结盟一事。国师为何要舍弃我三弟呢？要与本王结盟？刘长杰数字不足于谋，老夫之所以要和大王子结盟，因为刘长歌他与老夫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好，有国师和捉妖盟的道长相助，本王必成大事。当今圣上有意扶持刘长歌继承皇位，所以必须尽快除掉刘长歌。公孙瓒一直与我等一心，也要早早出去。公孙瓒不足为惧，况且他的妹妹还关在我的牢里。如此甚好，不过大王子还有提防一个人。何人？大王子妃。他与刘长歌暗通款曲，所以大王子。你为何如此？我们缘分已尽了。大王子，君大事不拘小节。什么人？我是大王子妃，我要见二王子。王总管，我要见长歌。慢点说，慢点说。大王子妃，大王子妃，快来人呐！快点儿，解释书，解释书。长歌、刘长河和国师结盟，他们要取你性命。小秀，你先不要说话，我已经找太医了。我中了国师的罡气，没救了。皇帝有意非常利用，立即将臣为太子。可是，刘长河和沈毅要兵变，你要早做准备，从刘长河那里救出公孙庆，好争取公孙瓒。小乔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再说话了。长歌，我还记得小时候你不爱说话，只有我和你谈心，有其他小孩欺负我，
也只有你给我出头，那样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。若有下辈子，我希望小小，叔叔，快穿彩衣，穿二王子。川二王子，小舅，宫中太医院传来消息，皇帝病急，传刘长歌提前成婚，给皇帝冲喜。因王妃传闻为妖怪所化，满朝文武皆反对这门亲事，刘长歌那小子就决定婚事从简，只邀请亲友十二人，百官一个也没参加，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。你做得非常好，看来我们的计划得提前了。你回去吧。是，小的请国师赐仙药。啊。嗯，谢国师大人。王总管。大王子已同意，事成之后，许你回宫，任大内总管。老奴，多谢大王子成全。当年老皇帝治你贪财之罪，逐你出宫，他的儿子登基后不肯召你回宫，刘长歌也不敢给你承诺，只有跟着大王子才是明智之选。事成后，老夫再赏你千两黄金。老奴甘为国师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所谓骨则异世，死则同穴，未雨不信，有如皎日，请新娘。二弟，这婚你还是别结了。大哥，假如你今日就此作罢，我或许还能赐你一杯喜酒喝。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今日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我想他们全都给你陪葬，你就自尽吧，像我女儿当年一样。大友，跟他还废什么话，当年我们能杀了他母亲，今日也能杀了他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禁军杀进来了，说大王子以五符和圣旨威胁他们，要逐王府满门。你还不束手就擒？看来今日我们兄弟二人不能善了。既然如此，各位宾客请先回避一下，免得一会儿刀剑无眼伤了各位。禁军攻进来还要一段时间，既然来了就不要死。动手。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今日我就要提你们的人头去降服禁军。长歌，我放箭，新娘一定人头落地。你在做什么？秦择木而栖，良贤择主而事，对不住了王爷。小心别伤了新娘。二弟，看来你很心疼他吧。
想你个背叛我！毒发身亡吗？国师，老奴是贪财，但区区千两黄金就能收买老奴吗？真是笑话，做梦！二王子视老奴为家人，别说毒发身亡，就算万劫不复，老奴也绝不会背叛二王子。大哥，大势已去，大势已去。 我看你是误判形势了吧？片刻，就会将你的府兵杀得一个不剩，到时候还怎么逃？你不用片刻即可知道，你外面禁军会全军覆没。哼，刘长歌，死到临头痴人说梦吧？师父，洪森在带了另一支重甲新兵，名外号龙女，等住了！什么？什么？李靖，你身为禁军统领，居然拜逆贼为师！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刘长河。你为了对付二王子，居然叫妖狐假扮晴儿，差点害死晴儿。幸好白王妃救下晴儿，才让我们兄妹团聚。哥，我还活着。之前是妖怪假扮我。哥，这一切都是沈毅和刘长河的阴谋。要不是白侍卫，我……多谢白姑娘。公孙将军。 沈毅即将谋反，还望将军不计前嫌，前去助王爷一臂之力。待我把我妹安顿好之后，即刻调动京城郊外的重甲玄军，和沈毅大干一场。稍等片刻。多谢将军。 二弟，我输了，带我去见父王吧。国师，你还要负隅顽抗吗？还不交出解药给王总管解毒，我可向父皇求情。国师，大势已去，投降吧。<笑>投降？你是王子，或许可以免死罪。我们呢？投降。 死路一条，母后儿臣不孝。 放箭！停下法阵，两仪四象，诛邪！放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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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
神医，留下解药。没想到老夫谋划多年，还是功亏一篑。小子，哪怕我大事未成，今日也要取你小命，为我的幸儿报仇。不过是你的执念罢了。如果你真的心疼沈信，怎会让他入王府以身犯险窃取虎符？又怎会在他还回虎符以后将他打成重伤？是，老夫当年野心极大。看到杏儿为你冒死偷回虎符，我就将她放回到你的身边，老夫也打算去辅佐你。可是没想到你却把杏儿逼死了。老夫活下去的唯一目的就是复仇。没错，我就是要你们所有人为杏儿陪葬。啊为了杏儿，我不杀你。为师的仇就不要报了，答应师父好啊。皇帝诏曰：捉妖盟残害生灵，其党被打入死牢，令大王子长河造反忤逆，如今已然身死，既往不咎。三王子长杰是非莫辨，大失人心，即日起废除王爵，钦此。希望你们今日记住这个教训，朕给你们的才能要，抢不得，再有下次，杀无赦。是，儿臣领旨。臣领旨。哥，我说过，我是从异世穿越过来的。我知道，你说过。看来，不是所有的穿越都能当主角，没有本事。也许只能当当龙套，打打酱油。青儿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哥，有你在，我才感觉自己不是最惨的穿越者。哎，青儿，嗯，别想太多了。现在北方蛮族蠢蠢欲动，正是我们兄妹建功立业的时候。好，我们这就准备出发到边境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哥儿无需多礼啊。神医的解药太医院已经研究数日，查出其中成分，不日就批量炼出，
王霞及大小官员已无性命之忧。没想到这沈毅竟手段狠毒，幸亏早有提防。上回既然将贾虎符拿回，你说将计就计，干脆让他们用真虎符谋反，这样方能查出禁军内鬼。如今看来你做对了。还要多谢父皇装病配合儿臣，逼着沈毅他们提前谋反。哥儿，都是你神机妙算啊，才能让沈毅步入你的圈套。此等大功不亚于几年前你助朕登基。儿臣不敢据大功为己有，只希望父皇能够答应儿臣两件事情。但说无妨。一是王霞，他虽然贪心，但是对我们刘家忠心耿耿，请父皇能够收回先帝成命，将他召回到皇宫任大内总管。准了。第二件呢？希望父皇许我和白在在归隐山林。哥儿啊，朕已查明那白在在确实是妖，你将来是要做皇帝的，人妖相恋，你让满朝文武天下百姓怎么看你啊？父皇，儿臣在交出虎符那一刻，儿臣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当皇帝，不能担此重任。好了，下去吧。父皇，您这是同意了？哎，朕啊，是不想被你搞得头太疼了。准了。儿臣多谢父皇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此生苦短，无你何欢，事不遇你，生无可惜。哎呀，好好说话。从今日起，你为我所有，王妃，愿意吗？我有一个要求，以后你只能陪我一个人吃胡萝卜，你愿意吗？一言为定。爸，别跑啊，别跑。看你往哪儿跑啊，抓住你了吧。刘长哥，你碰我下了。圣上，圣上！哎呀，何事如此惊慌啊？圣上，大事不好！北方蛮族犯边，大军已攻陷我大赵王朝十一城，我军伤亡惨重啊！我大赵王朝与蛮族的战事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只要没有攻到雍城，就不算大事。圣上。雍城来报，晋王后听闻大王子身亡后，神志临近疯狂，逃出囚禁之所，三千铁甲竟不能挡。什么？快，速速召见六王子。诺。